育 Air 的智能跟随有着更高的跟随精度，无论跑动划船都能轻松胜任，在 P 模式下进行操作，启动飞行器至两米以上高度，点击智能飞行选项中的智能跟随图标， App 会自动框选多个兴趣目标，点击或框选跟随的目标，按下Go图标，点击左侧的图标， App 下方出现跟随、平行、锁定选项栏，点击跟随，飞行器便会与目标保持一定距离跟随飞行，滑动屏幕上的滑快图标即可实现飞机对目标进行环绕拍摄，点击平行，飞行器便会与目标保持一定距离进行侧面平行拍摄，点击锁定，飞行器将始终锁定目标，此时打杆控制飞行器和拍摄对象的相对位置和移动速度，为你带来更灵活的飞行及更精准的跟随，拍出更精彩的作品。以上就是智能跟随教学视频内容，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育 Mavic Air 的指点飞行功能，感谢您的观看。